有人叫我去呀、啊，我去啥呀？
小心把名字露出来了，然后就那天我直播间有2000多人，贵宾席有2000-3000人吧，然后就好多人都看到我的名字了，就知道我叫啥。
放下，放下你的娇娇。我感觉我舌头比你都长。
宝宝，一本魔法书，猫真言，今天六月，猫真言怎么亮光？一般直接私信我就可以。睁不开眼，我流眼泪了。
我爸不看，你爸看。我睡的时间够，但是我就是困。
我看啊，不是，睡吧，早点休息。早点休息吧。
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谢谢面包哥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谢谢面包哥哥。又过年了呀，真好看。谢谢面包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再有戏飞了两次啊。请卡牌子，一毛钱就可以卡牌子。不是每天都可以一毛钱卡牌子的哟。紫色的不好看。
没事啊，我今天都咋今天搜不着魔法书了呢？是因为我没说吗？就离谱。魔法书特别好哦。好的，你眼睛瞪溜圆，保证眼睛冒亮光。你不信吗？你得信呀，真的特别好。他们不信咋办啊？我今天像坏女人吗？难道我说话你们都不信了吗？
姐姐，我想给你吃了。怎么来着？小东西，胃口还不小呢。可以刷一本魔法书，一本魔法书特别好。真的没有人刷吗？就离谱。不做个指甲。其实吧，我也想去做指甲，但是做指甲的话，就是时间太长了，我又懒得等，我不想做。这样吧，我不愿意等，等太累了。所以我也不做头。不是排队。
做的话就很久。太可爱了，真想一脚给它踩死啊！太可爱了，好想一脚给它踩死。
亮不亮？太亮。卷腹的时候，它就会就会有一层皮，正常人都会有的，没有才奇怪呢。你这样卷腹都会有的，这样卷腹，卷腹都会有。年纪大的都有。